我是幼崽儿，太医做狼任务是吧？太医，太医做狼任务，没，太医做狼任务，卡住了，卡住。猴哥，你先听我说，猴哥，我先听你说，听我说，猴哥，你先别那啥，别那啥，我先跟你说一句话，我就说一句话，我托你。我报的警啊，为什么？我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就是最右边这个，有一个像电视一样的东西。因为那时候茄哥跟谁走了？现在我是通灵了。茄哥跟谁走来着？反正茄哥跟一个人去对身份了，但是我忘记是谁了，好吧。然后呢，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想去找人汇合、抱团、取暖。然后我走到实验室，就有电视这个地方，我就趟到了这个大强姐的鸡腿，好吧？那肯定是有专杀在场了。过了啊。王爷这边发言啊，这边我跟那个猪猪公主，还有苏苏，当时是走到一块儿的。然后猪猪公主她是肉汁嘛，然后苏苏又给猪猪公主报了身份，然后我也给猪猪公主报了身份，然后我们回到实验室这边就报警了，好吧？然后现在这边倒了两张牌，然后你们这边后置未来，来说一下到底什么情况，我这边过。对，我跟那个王爷还有猪猪，我们三复活在一块儿。复活在一块儿之后呢，我跟猪猪报完身份，我就单走去了。然后我是在钱塘那里碰到了耗子的，就是耗子，我单走。你是什么？好吧，挂。你单走，我也是单走呀，对吧？我在锅炉房复活，然后我从锅炉房出去的时候碰到了太医。然后还碰到了惠娜娜，还有和谁上来的，然后路过了大强姐，对吧？四个人看见了，我是一个人出去的，我就这么正大光明的出去单走。好，去了书房，我做了一个插画的任务啊，然后就去了前堂看见你了，就这样，对吧？我们下来我们聊嘛，是不是叔叔过？那这样子的话都有视野啊，那你们都没聊过柯基呀，那柯基你也是张单走牌咯。我和茄哥是吧，报身份在隧道碰见了猪猪公主和王爷上去，对吧？他们能保上叔叔是吧？那听听发言吧，如果柯基当时没跟你们在一起的话，我能不能踩你刀到加拿大或吃到加拿大呢？你们说吧，你们听一下后诸位发言吧，如果你们都没有能保柯基的话，给猪打好过啊。对的，一开始呢是我跟十八戒在那个盔甲那里，然后十八戒说到铁好，然后我们就下去对身份，然后我不知道柯基有没有跟来啊，但是我们是看到王爷跟猪猪公主啊从那个隧道出来的，我们进去呢没一会就拍警了啊。我要听一下猪猪公主有没有看到，因为当时那个我们下来柯基也是想跟着的，知道吧？好，说实话啊，猪猪幼稚儿，一会儿啊，惠娜娜，我一会儿给你个解释，你先别急啊。完事儿呢，朱大强这一刀呢，柯基说句实话啊，他在我这里他都没踩出来一个人，然后耗子和十八 Z 现在他俩全部挑单斗牌，我说实话，这两个可以归一下，要么就是柯基跟耗子他俩里边出双狼，要么就是十八 Z 柯基他俩出双狼，要么就是柯基好人，耗子十八 Z 里边出单狼，好吧，过。谢谢喵大屁的许其风车，谢谢。那一会儿出去听你一个解释。但是仙姐在我的左边，就是像柯基说的在那个电视那个位置，然后我在右边一点，跟锅炉房交界处那个柜子的那个中间地方差不多，然后猴哥和太医再往右边一点，他们去对身份了。那仙姐为什么没有汤的这个尸体，我想听一下，过。OK， 先全票打飞科技啊，他那个人都怼到我脸上了，然后报的警，不是烫到了，因为就如果他能烫到我，应该从那个位置我也能烫到，但是他走过来，我跟你们讲，他应该在实验室杀了人，加拿大或者吃到了加拿大，然后从那个门口走下来，遇到了我跟王爷往上走，我是肉汁，然后他直接报的警，所以说这把先出科技，然后好人带到出去试王爷弹性，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苏苏给我报完身份，苏苏走了之后，王爷给我报身份的时候，他了一下，思索了很久啊，王爷不做好，说实话不是很可信，反正先出柯基过。先发言，已知他都冲到猪猪公主脸上了，猪猪公主都没烫到，我离他有两步距离，我烫得到个屁，我还没看到他们在说什么，先投柯基啊，过。
我是你们一群人报身份之后孤立的一张牌呀，就剩我了呀。那你什么走的？告诉我，狼还是土，狼还是鹈鹕？啥走的？就不告诉你。就啊，坏坏走的，坏坏走的，坏坏走的嘛。啊，快点去市王爷谈心，我跟你们说，王爷真的。王爷领刀。王爷来，那来会娜娜来找我来，我跟你说，娜娜。哎。当时啊，柯基跟我在这儿啊，当时他给我报了一个正义，我好带，我直接把他刀了，没有问题吧？那你是什么身份呀？我都跟你说我好带了，我还能是什么身份？哦，你好带，你能不能去 ？OK，OK，OK， 他是好带呀。Okay, 原来他是好带呀、啊、OK 哎，为什么他哎肉汁这么近都会那个什么太远了吧距离这个猪猪公主和猴哥，猴哥一复活我俩在这个实验室啊，那个然后他说要给我一个说法，就是上把不是太医没了嘛，然后猴哥说太医给他报了一个身份正义，然后我就问猴哥那你是什么身份，然后猴哥就说我都好带了我是什么身份，猪猪公主和我然后猴哥都在那里面，然后猪猪公主你给我把他拘了，你是好带，然后把猴哥刀了，不是那个猴哥把猪猪公主刀了，我上去把猴哥刀了，就是这么个情况，不是警长双挡，是猴哥先刀了猪猪公主，然后我把猴哥刀了，就是这么个情况。猪猪公主好人走的，上马他说王爷有问题，我先挂票了，我怕被偷啊，我怕被枪，我怕被枪，我先挂王爷过。先发言，我和茄哥、耗子、旗子鱼、叔叔都在一起，那就出王爷吧，好吧，过。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欺骗！哎呦，哎呦，好像就是跟我们好人有关系啊，就出你啊，过，只是接触啊。那个，狙茄哥观鸟，狙茄哥观鸟，快快快，我弃票了，快狙。没有啊，哥狙不了。输他完了，哎呀，光光。诶，我旁边是慧娜娜，居然肉汁能被刀死诶！赶紧！我当肉汁也被刀了。耳机漏音、啊。赶紧做个任务，但是估计够呛了。我们应该来一组。我就吃了一个。这波是真没听发言，哇、哦，大强姐居然是加拿大。嗯 ，OK， 仙姐变成前哥了，妙屋。行，开始了。仙姐感觉很适合这副皮肤，就拿了把狙。到了吗？啊，给电话了。给他进来就行了。哎？哎？为啥关不了门啊？啊？这也能 bug 啊，那完了，哦，又变成灰娜娜了，这不是结果呀，小样还有两副面孔，喂，耗子能报警，耗子发言，啊，茄哥为什么死了？叔叔，我想听一下。我想听一下，如果刚刚十八 Z 全程跟你待在一起，咱们就投仙姐，因为仙姐上我们刚刚对吧？我慧娜娜、苏苏还有十八 Z， 我们四个人一起下去的，仙姐和茄哥是在上面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下来了过后，我为了一个，然后我出去去了那个因为你们走我前面从隧道入口出去的，对吧？然后出去了过后。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去哪了，我去储物柜捡了一个，然后进来了过后，我在那个隧道入口进去的时候，直接碰见了，撞见，直接撞眼了惠娜娜出来。哎，我当时在想，惠娜娜如果投了，那不应该没了吗？那个狼人屋。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是惠娜娜的鸡腿，一个惠娜娜直接跟我迎面撞见。如果你们俩在一起，咱们就投仙姐，好吧？不，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啊？对是不对？你说了半天是个重点，我怎么可能会出西恩姐呢？切票过。哦，前姐先给我贴一下，先给我贴一下。好的好的，都给你贴，天天我切票了，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
十八鸽子啊，啊，脸了我一路啊！哎呀，我就要点心，我就点心，我不收这钱，哇！去你的！一个鸽子连我一路，我去你的！我有刀，你就说他身为你死不死嘛？实验室，仙姐，实验室集合，仙姐。好，这时候仙姐到了两个。开任务，开任务。嗯，哎呦，哇操，面对面快贴，关错了，关门关错了，先把面对面快贴，看你们谁快了、哦、嘴对嘴贴贴，那肯定是鸽子快、啊、对，鸽子手要长一点的，鸽子要长一点，不是他的 CD 快一点，我有切刀那个动作、嗯、已经有特效的声音了是吧，嗯嗯嗯，本来以为能稳赢的，很快合家欢，合家欢，合家欢高不负，哎，刺客是猴哥吧，不是啊，哇，该吧，应该是猴哥吧，不是啊，我都没猜，我把猴哥，我把钱哥骗进去杀了，然后我又把钱哥杀了，好骗，呀，我说钱哥，我没给你报身份，我身份确实也把给他杀了，欣姐，我也想让你骗，刚才玩什么？刚才玩什么？不用骗，咱俩拼刀就行，猴哥 ，OK， 猴哥今晚把坏。哎Hello， 啾啾。Hello， 我是。猴哥，真心换真心吗？可以，我带了一张嘴。真心换真心，我是狼。哎呀，我刚想跟你说我是狼，我们两个一起。哎呀，没事，刀我，快刀我！先撤吧，先撤，快把先撤！别别别，把先撤！快刀我！是吧？快刀我先！你把竹子公主快刀我先！先快刀我！公主一起走！先快刀我！我不，你吃了个狼，我直接开饭！先快刀我！把先撤！快刀我！你不刀我！把先撤！好，你不刀我，我就消化。OK OK， 我给他唱歌，等一下，猪猪，我给他唱歌。我操！好好好，爱如火会温暖了心窝，我看见爱的火焰烧，直接抓住、嗯、直接把这个 EBZ 这个隐身狼直接抓住，他直接在我操死中的，他在我脸上隐身，这个 18Z 在我脸上隐身，直接过去把娜娜给 EBZ 不对，把柯基给刀了，好吧，刚开始刀了一个不是娜娜刀的，好吧，嗯，先全票打飞 18Z 这个隐身能啊，好，钱哥娜娜哦，然后外置位的是吧，我钱哥娜娜苏苏我们四个人是吧，还有一个谁我忘了，那外置位的猴哥还有一个谁，那肯定是坏坏啊，不要分票，先打飞 18Z 过了，他有跟你，我跟你讲啊，我全程跟你们在一块儿啊，但是呢就是在这边的外置位的话 18Z 肯定是要票出去的，然后还有谁不在，耗子应该不在吧，娜娜苏苏茄哥应该是在的对不对，娜娜一直都在的，苏苏也在，茄哥也在，猴哥有在过吗，归票位可以交给娜娜来归啊，反正十八岁肯定是要出的，我这边过，我跟朱大强复活在一块儿，哎呀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那反待会儿出去我再告诉你们吧，然后我们到了那边之后就是朱大强凭空爆开，紧接着那个柯基凭空爆开，然后太医说他抓到了，其他的没了，当时在场了我茄哥太医会娜娜过，耗子发言，猴哥四蹄狐啊，当
当时我还一直琢磨不透到底是仙姐是鹈鹕还是猴哥是鹈鹕啊，我当时就跟着，我敢就是仙姐她肯定好人不带刀，然后仙姐走的时候说猪猪公主是被你吃了吧，那猪猪公主也是被吃了一张牌，猴哥当时在饭堂，你不刀我是吧，我就直接给你吃了，然后他就把仙姐吃了，我当时愣了一下，然后我被吓跑了，然后我想去那个实验室找好人带刀抛猴哥，因为啥，因为猪猪仙姐她肯定是个好人，我不能保证猪猪公主是不是个好人，但是仙姐她肯定是个好人，我想找好人带刀去把猴哥给抛了啊，就他俩出来，现在就是一狼一鹈鹕的情况下，好吧，你看你们出谁，我听你们归票，猴哥是鹈鹕，十八这四狼对吧，过，那没办法了呀，就看鸽子在不在嘛，如果出去鸽子应该没得玩了吧，就剩鹈鹕一个嘛，七波票嘛，猪猪公主是我的狼队友死了，我去找没找到，他说耗子在外面单走，那我抿一下，耗子单走在雾洞的地方，嗯，加拿大应该，前程没看到，敢单走应该是没看到，我绕一圈都没看到， OK 七票，没有点的十八戒，咱们先投十八戒看能出去吧，行，出去了出去了，哎，可以可以可以，出去了，开饭直接出鹈鹕啊，咱们来饭堂集合，开饭开饭，我哥把坏，有没有任务给我开一手，狼人们狼人们有没有任务，我就只能说狼人们有没有任务，能不能给我能不能给我做一手任务，能是不能，能是不能，有没有开饭，不是开饭，完了没有，看来是那先把这个鹈鹕给出了，然后再集合好吧，再集合牌好吧，过，已知十八这是一个狼，我是鹈鹕，那么还剩下两狼，对是不对，刚才他把耗子给拘了，茄哥这轮开饭我印他为好，那剩下两狼为谁呀，太医惠娜娜，你们先出一狼，你们这轮把我出了，出去双刀游戏结束，对是不对，先出个狼，我帮你们再吃狼，你们可以留我一手，过，听不了一点呀，猴哥把坏呀，你看先把猴哥打废过，猴哥你看一下这个阵容，你现在是四面楚歌啊，一打五打不了一点，五打一，现在是别看打被猴哥过了，哎呀我操，原来他们双狼吗，估计他们双狼，我不知道你们投了是不是惠娜娜，我不知道你们投的是不是惠娜娜，反正太医跟惠娜娜，你们投的是哪一个？我的发这鬼死王爷！你看，我都说了，游戏结束。可惜，我猜他工程师了。你不用去猜，不是你的局啊！你最后面剩三人的时候再猜呀、啊。别急，为什么要猜呀、啊？也不是你要猜，别急，因为他会把神将出了，还有四个，你别，又不是你的局，你别猜啊，你怕什么呀？又不是你的局，你别猜，直接取消，就是七票就可以了。高王爷又知道了，这里还有一个很有，因为我觉得他是个工程，他不会帮我玩。哦、我这里还有一个很，我不是工程，我鸽子啊，肯定要出一狼啊。那他肯定也得出。Hello， 不是。Hello， 你什么什么？又坏，好身份。这个很近很近很近，是吧？太医对，是吧？哎啥？孙悟空，隐身狼逃不掉啊！
我只能这么说了啊，我只能这么说了。我跟孙悟空在那个开放里面啊复活，然后我没动，然后呢，他一直在叫我，然后我就走过来了，碰到灰娜娜啊。刚才我来到盔甲那里，十八 G 突然爆开，但小狼狗也死了。你们要说一下，有人混刀了啊！十八 G 在我脸上爆开，我报的警啊！还有啊，过过过。那没办法了，那茄哥直接点腿我，我只能报我身份了。我是加拿大鹅，刺客狼一句一个嘴，好吧？我跟茄哥复活，复活在饭堂完事呢，他在那里不动，我就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狼啊！我就一直试他，试他试一半，我发现他往饭堂走，那可以，我寻思那就算了。然后我就往反方向走，我去捞狼去了，好吧？一会儿你们看我死不死啊？我这轮没办法，我只能报我身份了，过。我能保茄哥和猪猪公主铁好好吧？然后全票打飞猴哥，下一轮是太一的轮次，过。那个尸体爆开的时候，我跟茄哥都在 AA， 是谁？人群中是不是太一？说 A 啥 A 啥太一？嗯。这把反正可以先出猴哥吧，因为茄哥踩猴哥踩的很有力，过。先发言，我也出茄哥啊，直接挂票了。太医，你聊聊，过过。啊？出茄哥吗？不是出猴哥吗？我当时跟大家一起在哎哎哎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个憨憨跟他说我们在那挨啥呢？看来他是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信息，好吧？等一下把他给揪出来，这一把。冤头猴哥过，我挺好。你演个啥？人家猪猪都说了，你没反应。先出猴哥，后出谢谢。如果时光不会老的音效火箭，谢谢。我就在那个后台私聊我一下呗。我是有反应的，好吧？大家后台私信一下呗。这个、下播给你弄，好吧？开镜的时候，我记一下啊。下播给你弄。你买什么？对吧？下一轮再聊你太医嘛。这把就先出猴哥，铁哥报警人，我铁认过了。我刚刚前面是换天，我们还有粉丝说要出铁哥呀，这把肯定是要出猴哥啊，把猴哥打出去啊。如果、这轮结束之后就轮到太医了，然后还有行的，我看为什么要说是出铁哥，我这边过。OK， 浩子发言，我是个外置位，好吧，我是个外置位，最好最后的地点在储物间过。你加十三级客户群联系群主也可以，联系群主。加13级粉丝群吧，然后联系一组群。我说一下啊，他俩我没分清啊，我有时候会喊错。谢谢。如果时光不会老的音效火箭。谢谢老板，波波，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大气。哎，投个十。现在投十是不是没什么意义？最好是来一首关灯。哎呀，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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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错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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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又是太医的？哎呀，我怎么太医的？哎呀，我咋死的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咋死的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呦！我说这么好人任务做错了，做狼人任务。哎呀！啊！哎呀！哦哦！哇，都没，我杀完了，我杀完了，这是。你杀完了，你杀了一头狼，毛警长伤的。妈，九转蛋茶，这是什么九转蛋茶？这终极反转！我的妈！就为了一个，为了一个太医，哎呀！你妈杀完了，说是，这是，哎呀，两个好人都想当我，那哎呀，我去你！真的，我就知道，哎呦，我就知道，仙姐往下跑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王爷你要动刀，哈哈。直接投王爷，我去你的，他是个死鸟鸭，甚至他都不是个刺客。哎呀，他搁那把茄哥刀了过后，反转，我要拍起他，直接给我炫了，我去你的王爷。然后我跑，他没追到我，然后我被仙姐吃了。猪猪公主，投王爷。哇，这真的是峰回路转，九转大肠，九血一生。过反转了，
我抿到了，好像有人吃到了猪肉，又吃到了耗子肉，然后我就，哎呀，我等任务不就行了吗？浪的嘛，就他浪的嘛，几秒，哎呀，就他最后几秒。王爷捞的吗？王爷，神反转，反转再反转，就是神转。哎呀，太厉害了！猪猪，你知道吗？我是铁好，因为我把你们吃进肚子里，我是保护你们的安全。保护我们，我还真是仙姐，我感谢仙姐。下次过节给你寄猪肉，谱啊！弥补，弥补啊！你这个大，没事，反正我也赢不了了，狼也别想赢。王爷，你是猪吗？你是切哥？等等，太捞了，太捞了！我捞，我捞，我捞的嘛，我捞的嘛，我捞的嘛！第二句都精彩，那没办法，他必须当我的。你是猪吗？哎呀，跟大强姐还在那儿哎呀，我捞的嘛！为了一个太医呀、啊，我跟你说准备接受胜利的果实了。我跟你说，哎，狼做任务挺聪明的，然后就不要继续想反转了。哎呀，九转大肠，我太快了，转变太快了，转变太快。究极反转！太医，你还笑王爷是猪呢？太医，昨天都被杰哥骂惨了。你是猪吗？你是猪吗？我一下吧，杰哥。我真的闻到了一股猪肉味，所以说赶紧就那一刀就下去了，然后一刀出来一个猪猪、啊。看我怎么说，你是闻到了耗子肉味。对他闻到了耗子，他搁着上来追杀我，我靠！我上去一个转角。谁？王爷？哎，猴哥，王爷，你会唱《爱如火》吗？爱如火？不会，我会《爱如潮水》。那算了，我不跟你走。为什么？为什么？猴哥，我没有个礼物，没有。科技走了，太医，科技，太医，科技走。哎，这刀。但这一刀，当时我朱大强、猴哥我们三个重在一起，然后呢，猴哥那件衣服吧，本来我们重在一起的时候，我没看到朱大强的鸡腿的，然后猴哥往右边一走，然后那个朱大强的鸡腿我就看到了，我就报警了。但是这刀不是猴哥，因为我没看到猴哥有那个滑铲的动作，而且这个 CD 我觉得得是应该隐身狼的几率多一点。然后当时在场的人我不记得有些谁了，但我记得有杰哥，然后其他的没有了。过。耗子被禁言了。 OK， 耗子发言。没有，我刚刚在记笔记。18Z， 我是在那个隧道入口做的，我上来碰到了 18Z 和科技，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在盘，然后最后他们说，哎，我们先去那个实验室对吧，然后你们俩就从储物柜上面走了，我是从储物柜旁边这条道上去的，上去的时候呢正好撞见猴哥，身后跟着谁，跟着王爷，现在王爷死了，我严重怀疑猴哥，好吧，他可能吃了或者是刀了。然后王爷当时我和王就是上去了，过后王爷跟在猴哥身边去了左边，我去了右边，我到了书房，我在书房左上角那个图书馆那里，三本书我要放两个书，刚放两个书直接拍紧了，很快，所以说我严重怀疑猴哥啊，这个王爷的死我觉得猴哥要买单啊。过这边十八这发言啊，我和那个柯基复活是在前堂啊，然后走到储物柜那边应该是碰到了耗子吧，后面去了实验室，然后应该是那个科技不放心吧，我们先去核大部队会合之后，我说，哎，我又去找了科技，我说科技走，然后就报警了，好吧。刚才那个尸体的话，我看见那具尸体是在那个盔甲上方啊，好吧，我确实是没看到是谁刀的，我走上去的时候已经看到鸡腿了。过。杰哥，杰哥不说啊，喂喂啊，没有，我刚接电话，是这样的啊，
我来到个盔甲这里，知道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太医啊，他站在那里叫我掩护一下。为什么叫我掩护一下？你给我一个理由，太医，真的，不。当时我、苏苏、朱大强，我们三个人站一块儿。首先，人不是我刀的。如果苏苏说起跳点踩我，那么有可能苏苏是狼，但苏苏并没有起跳点踩我，所以我认苏苏为铁好这波啊。人是谁刀的，你们肯定是不知道。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在现场，谁不在呢？有两个人，一是猪猪，二是耗子，对是不对？耗子，我跟你们说，他的走位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一开始跟这个王野复活，我们直接从钱塘位置走到实验室，然后在那个奇珍异品收藏室的右边有一个这个过道，耗子是反方向走的，然后没过了5秒钟左右，人直接爆开了。那么谁啊？那就是耗子骑着鱼，全票打废耗子骑着鱼，因为他让我看着了，他往右边走，他就是隐身狼。然后还有谁？王野是怎么死的？我就不知道了。过。苏苏和猴哥还有大强姐姐在一起，我在稍稍靠右面一点点的地方，我没有看到猴哥有这个滑铲的动作。然后茄哥和太医应该是在盔甲那边贴在一块的，然后其他信息没有了。过。OK，我发言。我这把出生大坑，然后在左下角把静脉坑任务做了，还没走出隧道就报了警。你们可以看地图上的静脉坑任务已经消失了。过。先发言，你们都不聊朱大强的吗？当时我能记得实验室里有谁？茄哥和太医确实站在那个盔甲那个地方，然后茄哥大喊了一声“太医”，然后喊的谁？好像。然后呢，此时他们附近就有个鸡腿爆开了。然后呢，拍景的一刻，我是记得那个柯基有穿小裙裙往这边上来走过啊。然后呢，耗子骑着鱼，惠娜娜，然后苏苏他们就过来了，猴哥也过来了。说实话，我真不没有看清，但是我觉得猴哥的发言很正，这把也想出耗子。不。我当时在这个盔甲下面跟钱哥站在一起。跟钱哥说掩护一下我，是因为钱哥他这个头发什么的能完美的挡住我，就是说别人如果来刀的话，肯定是先刀钱哥，对不对？所以我是说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把至于说这个朱大强跟王颖他们两个死了的话，那盘这个朱大强是被谁刀的呢？我一龙发言听下来，划水的话，娜娜你发言有点划水，但是我先不踩你这一票，我可能会投给耗子，好吧？这是我的所有信息了，过。哦，柯基发言啊，柯基跟十八 Z 出生是出生在一起的，然后我们一路走到那个，实验室左边的。但是我这边有一个疑问呢，你点那就是个我们这张图有静脉坑这个地方吗？刚刚如果我耳朵没听错的话，猪猪公主说她去静脉坑做的任务，说她那边那个任务标记消失了。反正我觉得听感来说，好好好，听感很错啊。哦，行，投投票。那是祭拜坑，就那个姓花那个，就是尸体姓花那个。带你去，我好人走的星界呀、啊，猴哥。你星界一不了一点。玩了一晚上，你现在才知道祭拜坑任务吗？这铁话呀，这破爹。哥，你什么身份？我好人带刀。对是不对？你不说话，我走。我在说话，你听不到吗？听不到，你刚刚说啥了？我说真的吗？祭拜坑不是敬拜，真的呀！猴哥、茄哥，动一下，动一下！好好好好好！哎，怎么还有个茄哥在后面？茄哥，我都没看见，听错了呀！鱿鱼茄哥，柯基，走，我柯基走了，我跟十八 Z 走，哎，太医怎么没了？太医没了，聊聊，来个人，太医没来，在这待着也没用啊。太医没来，既然接走了，哎，回来了。苏苏过来，我跟你讲句话，苏苏。拉人下去杀了，难道是？西恩在我脸上爆开了，可是我当时走的，我下去没多久就爆开了，可是当时
我走之前，茄上面的茄哥、猴哥，他们都在动啊，也不能是超能力啊，也得是那个隐身狼啊。十八岁跟柯基去了，然后呢，我是你们不要盘我刀的啊，你们大家都知道我跟西恩姐下去了，我怎么可能会刀他？然后他又在我脸上爆开了，然后我就直接拍了。那当时没在的有谁啊？惠娜娜当时好像也在吧？那没在的只有太医啊。那我可能会去盘太医是那个隐身狼过。OK， 十八岁这波复活来到了和切哥一起复活吧，在乌洞那一关来到实验室嘛，是吧？我和柯基是当着大家面说，哎，我们俩去盘身份的是吧？我们俩互对的身份嘛，谁死谁买单嘛，好吧？就这么多信息，然后我们刚盘完身份就报警了，很快啊，听后面的怎么说嘛，就没外置位嘛，过。双狼。我跟孙悟空、跟灰娜娜、柯基、十八岁双狼，我们三个人紧跟着啊。西恩拉着小狼狗下去了，立马就拍了。他会不会主打一手？就是说，我们三个人啊，看到他们两个下去，他刀到加拿大，主打一手，就是说，哎，我跟他下去了，不可能刀吧，对吧？这样的，要么呢，他说突然爆开，要么就隐身超能力。猪猪公主去哪了？太医一直没来，十八戒跟柯基一块走，会不会上来贴过了啊？直接就是一手超能力。但我怎么他妈的，我觉得真的是刀到加拿大小狼狗打了一手，就是说我们三个人看到他下去了呢。哎呀，我听一下你们怎么判断啊，我听一下你们怎么判断，真的我很想出这个小狼狗。我不对啊，切哥，你看啊，我你会娜娜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苏苏小狼狗为两轮报警人，他怎么可能，而且他是跟新一届一起下去的，他怎么可能说是把新拉去要把新刀了，然后是加纳俄呢？他不当我们三个人是傻子吗？他能这么玩吗？他应该不能。而且他上轮他连他都没踩我，对吧？我是好人，他不踩我，我都站在尸体上呢，他不踩我，他能是什么坏人？他不可能。苏苏在我这肯定是铁好啊。茄哥，我会娜娜，我们三个在一块儿，然后苏苏，在就是这个是报警人。那剩下的啊，十八这柯基他俩走，那就只剩猪猪和太医。我想听一下猪猪和太医在哪里，好吧？过。但是苏苏一般是好人的情况下，他的被迫害妄想症会很厉害，这一把他一次都没有过。两轮的报警人，第一轮是苏苏、猴哥、大强姐。三个人贴在一起，然后苏苏报的警第一轮，然后第二轮他跟仙姐下去以后，突然之间他说仙姐是爆开的，然后他报的警。那为什么不能喊我们下去看一下呢？我跟茄哥的看法一样，我有点想投苏苏过。OK， 我先跟你们说，我跟太医呢是全程抱团一起的，在书房右下角。我给你们排两种，一，如果是超能力的话得贴过仙，那么我跟太医完全没有来过现场，我们怎么能贴到仙呢？如果要盘超能力只能从你们三个里面出，因为是贴过仙的，那你们三个又能互保，首先排出超能力，对不对？那如果是隐身狼的话，得知道苏苏跟仙去对身份的才能就隐身过去把仙刀掉，那我们都没有去过现场，怎么会有信息去成为隐身狼？所以说这把我跟太医是可以互保的，我们外置位是盘不到我们身上的，而且大概率就是苏苏自己刀到了加拿大鹅。阿过，这把肯定是全票，好人不要分票，全票打给苏苏。我就说一点，这个祭拜坑隧道入口这个开门的这个精髓任务是猪猪做的，对吧？我并且我上一轮全程跟猪猪在一起，我没有倒牌，我跟猪猪能不能成为两个铁好，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苏苏刀到了仙姐这个加拿大人，好吧？我这一票肯定会挂苏苏，好人听我公票，因为 KG 这个牌我还摸不准他，我直接挂票挂苏苏了。我的牌，柯基发言啊，我的牌你不用摸，好吧？我跟十八岁都知道，好吧？因为我跟十八岁是在一起对身份的嘛，所以现场的话，我也不知道。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就从听感来讲的话，我有点信铁哥的话了，所以我也会把票挂给苏苏，好吧？过了。孙悟空，听你这么一个发言啊，那他第一轮他不跟刀，他怎么还报警啊？这人呢？
这个人让我是我啊，他直接爆开，我就直接那个反不那个不不不，你就玩了一手这种逻辑，小狼狗绝对的，就玩了这一手逻辑，那也行吧，那无所谓嘛，那就投呗，那我也无所谓，可以投，没问题。那他这狼人玩的花呀、啊？他自己不跟刀，哇！那还有谁？哎呦！哎呦！他狼人不跟刀，不过上轮票型对了，可以没问题。对呀、啊，他肯定是。我玩了一组反逻辑，哎，也没开呀、啊，啊开了 ，OK， 我开了，看里面有人吗？没人吗？没有啊，他们都去哪？四个人都没有啊，都看不见人。警长双倒了，好吧，柯基警长和太医双倒，我直接一刀，我就一刀，正义，我刀了猪猪，就这么多，没了，过。那么啊，贝娜娜全程跟我在一块，对吧？如果我们有刀的话，我也死了，要么就。灰娜娜被我刀了，那只有你孙悟空了呀！我要打你了，孙悟空，不？那你要是打我的话，那我也要打你了，切哥。我说实话啊，上一轮我就在想着苏苏，第一轮他报警，第二轮他又报警。第一轮他不跟个刀，他跑去报个警，哎呀，真的是很奇怪啊！我说实话，十八 Z 说是他是正义啊，然后呢，他说是警长双刀，然后他把猪猪刀了。那游戏没结束，我说实话，那我要投茄哥了，在我这里没有狼坑了，我只能投一手茄哥，跟我玩了一手深水狼。嗯，踩不动杰哥，我跟杰哥复活到报警前都在一块儿。如果说杰哥信十八 Z 的话，狼坑位只能开在猴哥身上了。我挂猴哥过。没有，因为为什么信十八 Z 呢？因为他能爆出警长双倒了，他刀了。十八 Z 踩不动。猴哥那个脸，深水湖。我就说今天未成，我就说今天跟我复活的没一个好人。啊、我十八 Z 是刺客，我操！对，真的是深水刺客。那个深水刺客，四方会谈说是。还、啊、哎。是没开过饭吗？开过吗？不好意思，我忘了。那只有十八 Z 带刀了呀，没开过饭吧？不好意思，我忘了，不好意思。过。凭什么踩不动？你来开饭，杰哥从前面路过。他自己报正义，警长双倒，他自己报警，为什么能踩动啊？怎么踩动？你跟我说怎么踩动？我怎么能踩得动他？怎么踩得动？中立还有吗？应该没有吧。他报警长双倒、哎，他刀了一个，他去报警去，怎么踩得动？这个时间点去报警，他怎么踩得动？你跟我说怎么踩得动？吸不了一点，吸不了一点。
杀了，他杀不了猪猪，他就无遮刀，他就杀呗，有什么踩不动啊？那没办法了呀。哦，还有的玩？不能吧？还有的玩？不能吧？还有的玩？还有的玩？深水啊，还有的玩。茄哥呀，茄哥呀，茄哥！饭坛集合，游戏鬼呀，茄哥呀！他杀了猪猪，但报的是警长。他是警长双刀，他说他自己正义呀、啊。哎，关门，关灯，别关门，别关门，别关。关门了。哟，行，温娜娜你在哪啊？让我听一下，温娜娜。哎 ，nice！ 老也这么半天，十八 Z。深水狼咋半天 ？nice 啊！你在哪里呀、啊？他在传送门，他在传送门。我应该关门是因为刚刚茄哥跟娜娜快遇到了。小脑警长不是，我是无脑警长。哇，那一手躲柜子可以啊，茄哥。那时候赌柜子可以啊，溜了大家，我溜了，我溜了，我溜了。OK， 大家拜拜。OK， 大家拜拜。